这个游戏可能是近期最好的格斗游戏啊，拳拳到肉，爽快无比。这边是用这个国产的 GPT 013掌机加这个野蛮优化系统锁了45帧，同时开启这个 MD 锐化，游戏是 720p。优化之后大概是2个小时45分钟，不优化只能跑到1个小时45分钟。整体体验是非常棒的，游戏的画面我也是比较喜欢的，有点类卡通风格，但其实是一个真正的 3D 渲染风格。人物动作和打斗应该是近期里面最好的一款游戏了，可以说甚至是功夫类游戏里最好的。这个游戏优化也还不错，但有一点点神奇，比较吃这个 CPU。 这边看核显基本上是跑到5瓦以内了，跑满的话应该是12瓦，所以说核显压力比较小，主要的能耗来自于 CPU。 SIFU 这边反馈差评主要来自于难度啊，可能后期难度比较高一点，我玩前期感觉难度还可以啊，不算特别难。像我这种动作游戏弱鸡来说，能玩的话应该问题也不大，还是推荐大家购买的。之后就是个正常试玩，欢迎关注啊，这边会提供更多的游戏解决方案、优化系统和一个试玩啊，我们期待下期再见。Show yourself.